培养，制定了教师进修和学习等的管理办法，倡导大学要有培育大师的土壤，努力为每位教师都变成他们能够达到最好答卷，充分调动广大教师中推动事业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怎么表示的我就怎么做。我上内蒙古了，他是最需要干部的地区，他是第一个，我就上了内蒙古。老师呢，就有这种的精神，啊，把全部的精力，对吧，包括生命的献身于。 国家人民的教育事业，那选择了回师大教书，那我想也就选择了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这个整个的教育事业。我是1987年上咱们师范大学美术系，当时我是第一届蒙语授课班，我们这个学校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开这个双语课程的这种师范大学。 从一些真实的案例当中，能够更形象化的、具体化的，让每一位喜欢这个专业的工程的学子，能够更加的热爱这个专业，更加的了解这个专业。让计算机读懂蒙古语和那个运用蒙古语为目的。我们这个团队现在目前做的是主要是蒙古语综合性原知识库建设这个项目。优雅。 在自治区来讲，是个举足轻重的东西。在那，我们还积极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昆仑学的研究工作，我们需要去做更多的工作，坚持一个主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以现代大学技术建设为大前提，全面培养内涵发展，着力强化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全面建成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师范大学的。